漂亮吧？这里。对啊。嗯。好美。第一次来吗？美浓有常来过，但第一次穿这样来。第一次穿这样来。对。我想这么时尚的装扮，也只有你能够穿得起来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来礼物，来来圣诞节。我今天准备了很棒的礼物，我们要找一个很厉害的特产。真的、哦？对。好像这边的水质特别的好。对，美浓这个地方，所以萝卜很棒，白玉萝卜。对，是萝卜吗？当季的是白玉萝卜，但我要找一个全年都有的，而且我们餐厅，实际上餐厅有9.9家，我们都在用。老规矩，我们要什么样的食材，我们就要自己来。嗯，好。但是这个食材呢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采，所以我找了一个专家，相信我，因为我也不会。李大哥早安，我带伙伴们来体验。李大哥在洗澡啊，这样子哦。哎，李大哥在洗头啦。下来，现在下雨呢，小心小心，会很冷哦。现在很冷，要这样子。穿这个也会很冷吗？哎，应该是很冷哦。不怕。对啊，下面是还好没有深，还好还好还 OK， 还 OK。啊，小心。太美会，哎，感受到有冰，那个鱼的味道，哎，鱼有放鱼，鱼腥味，里面有鱼，对，帮我扶一下，很大哦，6-7斤哦，这么大，这个怎么会很紧啊？我冰了，会收起来啊，对，那个衣服会缩，就是挤你的腿，哎，好，我们今天要找的，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样老菜，找的珍稀食材就是水莲，我非常喜欢的一道菜。水莲啊，不是野莲哦，野莲。野莲，那位水莲是后来当那个卖市场的人起的名字。然后我们当地，我们这个野莲已经讲了将近几好几百年哦。嗯，你爸你啊，跟白玉萝卜一样，你别的地方不能起白玉萝卜。啊，你别的地方不能起野莲。对，重点是我要怎么采啊？对，我们采的时候要蹲下去，蹲拔起来，蹲下去拔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要拉到它的根，手到下面把它挖起来。咪咪，它其实不是很好走，因为伸进去。你们比较没有长走啊，这个像刚才大哥提醒的，脚后跟起来就起来了。好，整个人坐下去。不是，我什么都看不到啊。他就手去摸啊，手去找那个根部就对了。老板看不太懂哎。来来，我好怕那个铁钉。圣诞树是可以蹲下去。圣诞树，你今天是一棵圣诞铃铛。我不是蹲下去，我已经跪下去了。你刚刚我摸了个老半天，到底有没有？来，哦，哇。阿姐，他都已经这个野莲，我也高，哇，好高！阿姐刚才跟我说他会踩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来看看，阿姐来看看这个，我衣服都湿到里面去，还想怎么样？你水位越高，它就越长。以前中政府在里面的时候，2层楼高都有，2层楼高的水莲，这个很好吃。这个我们要讲一个植物生理机制，叫追光，追光，你去看嘛，如果没有水的时候，它不是。下去了，它的根就整个吃在土里面。可是水拉高的时候，水让它跟光的距离太远了，所以它就要茎拉长到上面来吃光。哦，对，了解，所以变那么长。好，那我要找。老板，我们是手塞到泥土里面挖根的吗？挖根。所以我要找今天最长的。贵了，我贵了。好，自贵。你蹲下去比较好。我好怕有澳洲小龙虾哦。我刚刚进水了。我觉得。水装进去。看到没？有没有看过我新的造型？那个你再走前面一点。真的啦。要走前面一点。我。你要说虽然少了点，但这样是对的嘛？但是你把它拉断了。我把它拉断了。你看，你都还没我的长，你自己看。跟我半斤八两了，我抓不到土啊！把这个带过去给老板。我太矮了。你要整个潜下去，你今天你是一棵圣诞树。为什么它只剩一个头呢？干嘛啦？花球啦，这个螺。你这样子，我连一盘的量都没有啦。老板好难哦，在哪里？要不然你沿着这一根，这根下去。我怕我跌下去。你已经整个跌下去，在下面。我的头发有湿
吗？没有你，没，你目前没有湿，你目前是身体湿。我到底怎样啦？我好不好吃？你好像在溺水。我看一个小龙虾。他没有，没有小龙虾。你不要自己那边哪一边找到？有一个根的东西，哎，我好像更要把伸到泥土里面把它拉起来。各位观众，那个就叫做水莲，伸到泥土里。可是我只有拔到根呢。哎好。有了，你跟我也是半斤八两，来，八弟，跪下去，跪下去比较快，跪，给我跪，你要跪下去，跪了，跪下去，啊，水进去了，你到底有没有抓到？只有根呢，有了，我拔断了，真的水进去了，不要乱拔啊，哇，大哥他这样是不对的吧？他是对是对，他把泥土的要洗在泥土在上面搓几下，搓一下呗，然后把它弄直，不是把它卷起来。哎，这很难呢。气油啊！哎，不要弄在脸上。有要跟在这边吗？哦，很难呢。泡澡的小姐，你有没有在认真？我在。那这样子一天要拔很多吗？这这个田都知道。一天要拔这个。我抓到三四百斤哦。三四百斤，哇，有一小撮哦。妹子不够下去。妹子，你在干嘛？他很细心的把那个根都拔起来。他是在洗澡，他整个把身体搓到水面去洗澡。哇，这个怎么那么大？你刚刚往外卡了，蒙牛没死，看啦，有没有要这样抓起来？我抓到诀窍了。其实没事，就只要把整身体弄湿，你就抓得到。其实没事，他讲的非常合理，觉得有点冰。看起来这边已经有两坛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，我们待会再下去洗完。有老板有了啦，你有吗？这样洗完是？哦，有，我看到了哇！其实如果你拔得这么快，我们何必这么辛苦？我刚才看到他水从这边流下来，泼水！不要偷溜了！我跟你说，我里面也都湿的，我里面也都湿的。水生植物，我们吃的水莲，它的这个部分叫叶柄，你看叶子的柄。所以它不是茎，它是叶柄哦。它是柄，它是叶柄。叶子后面那一根不是茎，茎跟柄是不一样的。叶柄，是的。